两斤多了。对，我跟你讲的，勤快一点嘛，也不要偷懒。哇！哇！好久没进来，都好看。这次进来拉了，我就有五斤多的哈。三十斤。但是我的朋友有拉一条没有起来的。哎。有大的。有大的。对。啊。这种那个潜水的，那爪科，爪科跟我讲啊，潜水的是他朋友，他有时候会问那个潜水的看下面的网杆怎么样。他说网杆有。网杆有。但是少。少了哈。大。合理的哈，这个时节就这样哈。有很大，有十几斤的。哦。但是。十几斤的目前还没人拉到，嗯，十几斤要拉起来也很难的啦。我先过去放东西，我想说，我以为他们在那边呢，在这一阵他都通通没有啊，通通没有，就一去低头了。好，等一下来聊天啊，我先过去了。这边，哎，真的，哦，那我的时间还算，哦，那我只是带饮料来聊天就是对的了啦。哇，你今天也休息哦，子恩。哇，真好。今天这个有咬吗？因为我有看到，刚才有来一波三只，就三只而已。哇，哎呀，多正啊！啊，就是来轻松的嘛。这才是来。早上好，就是龙洞。去龙洞干嘛？啊，为什么不去拉一个飞扁？哎，真的好吃嘞。啊，你尾铁没有咬哦。所以如果有那个体型还不错，也不错哈。哦，今年第一只红杆，我看到的，起来了吗？起来了吗？起来去。哇，还不错，不错，很大。哇，好久没看到它了。可以啦，还是小的好不好？没有，不到。我们社团跟大家直播，汤二哥介意吗？啊，二哥，可以吧？可以的哈，我们要让他们嗨一下。红杆，哦，真的，我今天回来白登第一次看到的红杆。对啊，二哥种的哦，漂亮。漂亮，漂亮！你轻快一点吧。哎呀，两斤多了。对，我跟你讲的，轻快一点嘛，也不要偷懒。哇！哇，今年的哈。对啊。还有啦，这么少。漂亮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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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今天大概是钓桂花银尾的比较多了，熬夜，好久一哦。OK。二哥在哪里种的？在吉尾。在吉尾啊，我看全部要转战一下了。
都有啦，其实有人手就有了。还有你最晚来，给我就送。我最晚啦，好了，我赶快把装备煮一煮啊。红杆的拉力还是比较好。对啊，对啊。对啊，马家都只是跟着油，真的差很多。马家好吃啊。好吃啦。是啊，都各好，都很好玩。哎呀，都很好玩，钓鱼吗？不好玩。对啊。这很表。对啊。冷到水表。然后中层才拉下去的哦，不是在底层哦。不是，一般我们送人家是这样，定下去，对，整个我在啊，我给定住，往上抓。我铁板不见了，然后就砰下去了。哦，哎。先借我一下，滑进去动。还有时候运气来就是这样哈。哦